AV 女媽必會聖鬥士，香港美食是不是好好味呢？吃完燒鵝還有海鮮啊！日本 AV 女優原沙央莉和周訪雪子前日來香港，準備拍 3D 浴袍團之極樂寶鑑啊！擔任電影製作的蕭定一當然要盡地主之儀啦，順便介紹男主角給他們認識嘛。成班人在西貢吃到十點幾才走，葉山豪和兩位女優到時在戲度會有連番激烈床戰，不知道吃飯的時候有沒有說一下床戲的事呢？